据悉，周星驰新作《美人鱼2》日前正式开机，林允将继续饰演美人鱼珊珊。日前有媒体采访林允，他也透露了《美人鱼2》的最新进展。他说，周星驰喜欢演员随机应变，从来不让我看剧本，也不让我背台词，所以自己想做功课都无从下手。功课是真是没办法先做，因为星爷他从来不让我看剧本，就是也不让我去背剧本的台词，就是这种功课就是做了就不是他的拍摄风格，他喜欢那种现场随机应变的那种脑洞想象力。前不久，周星驰《美人鱼2》的路透照在网上传播，这才坐实续集上马的传闻。路透照中，林允造型奇特，他也发布入组微博，获周星驰助理陈振宇转发“珊珊你好”，证实他会在续集中继续出演美人鱼珊珊。电影开拍之后，一向爱自拍的林允可是没有了时间。不过没关系，没空自拍的林允就放出了之前的存照。林允配文道：“健身打卡，今天没拍图，发存货，我是 Super Girl。”照片中的林允身穿黑色花纹羽绒服，各种表情搞怪自拍。最受人瞩目的应该就属林允的辫子头。看到这样的装扮的林允，粉丝们也不淡定了，纷纷留言道：“一会儿是美人鱼，一会儿是哪吒。”